牙齿上有蛤，那个东西怎么说呢？你不要结束，申哥，申哥，再行。那个东西怎么说呢？这么说吧。是 OK 的，有点恶心。你说他那个就完了。对，我说的，但是还有，但是还有什么？快点！但是还有更恶心的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听不懂啊！这是 OK 的。因为是在鱼尾纹不行，真的是。什么东西在我嘴里？巨的。脚有点冷啊，你那个丝巾在哪的？丝袜。丝袜辛格。丝袜辛格。不行。太烂了。这个太烂了。是不是我退出江湖了，申哥？真的，我离亮哥太近了。离什么离我太近了？我离亮哥太近。为什么路虎没有？更恶心的。来，王栎鑫今晚喝了两斤白茶，那就结束了。啊！这个结束，那就结束。对啊，他一般喝两斤白茶就结束了。哎，不可能结束，好不好？来，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两斤白茶，然后我就听见他发现一点，发现一点，他居然在。路虎嘴里，来，再说一遍，让我平缓一下，来，他居然在路虎嘴里找东西吃，很合理吧？来，火车，站开，挖点茶。哎呦，我好累啊！哎呦，我好累啊！哦，快结束吧！快！再来一题，有点不舒服了。再来一题，我也不行了。王增亮突然冲你撒娇，并给你一个 wink， 给我一个啥？给我一个 wink。啊 ，baby。怎么说呢？怎么说呢？突然有点儿啊。这么说吧。啊。比他嘴里，我多了一点那种恶心。